滴泪，是指魔神因爱而留下的第一滴眼泪，名为灭魂珠泪。若能打开魔神心扉，便可毁掉邪骨了。拜见前辈。黎苏苏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莫非前辈在等我过来？吾乃昼神祭泽，霍光镇和过去镜就是吾为你所留下的，而吾在这里强撑万年，亦是为了等待你的到来。晚辈已经找到了那个魔胎，可至今都未能找到毁掉邪骨的方法，还请前辈明示。吾可以告诉你，若想毁掉邪骨，你需要三把钥匙，这样才能最终打开因果之锁，改变一切。什么钥匙？一场梦，一滴泪，一缕丝。什么是一场梦？此梦应该就在不久之后。一滴泪，是指魔神因爱而留下的第一滴眼泪，名为灭魂珠泪。那剩下的一缕丝是？一缕丝与一滴泪有关，若能打开魔神心扉，灭魂珠泪便会化成九枚神钉，将它们依次打入魔胎心头，便可毁掉邪骨了。苏苏赤手空拳，只能尽力一试。吾已知此事艰难，辛苦你了。时机已到，吾将陨落了。前辈，吾陨落之后，荒渊结界还能维持300日。300日之内，你若未能毁掉魔神的邪骨，荒渊破，妖魔出，一切都将无可挽回了。晚辈明白。吾终于可以去陪同袍们了。过去镜，这过去镜是昼神祭泽的神木所化。原来前辈等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这因果。